点心太酱炒好好吃，甜甜的。大家早上好，今天穿了一件 Zara 粉红色的外套。好热，现在不过因为教室实在太冷了。这个便携杯好像，可可爱。嗯，还有个笔记本。对啊。车厘子80蚊3磅，咪就系车厘子啦。今天晚上的云跟吐司一样，好可爱哦。Hello， 我刚刚回家迅速的换了一身衣服，现在去上瑜伽课。本来都不想上，但是他已经过了那个课能取消的时间，所以必须得去，不然就要有惩罚。我今天下午买的梨子。我刚刚走在路上的时候才反应过来，今天是27号，明天28号就是我生日，而且明天我正好没有课，这也太开心了吧，都没有安排啥特别的活动。今天晚上感觉还可以看，继续看那个《陈情令》。
今天是我生日，所以我早上就想煮个面吃，当做长寿面。这个猪骨拉面嘛，猪骨汤味的，吃起来一丁，但是它是那种拉面的样子，还蛮好吃。朋友之前送给我的一只超级复古超级浮夸的耳环，它是只有一只的那种，它在一个那种中古的二手市场淘到的，不然下次跟他吃饭的时候带带带一对吧。今天带这个吧，我已经捯饬好，现在准备可以出门了。我今天穿了一件这种有点苹果绿的薄薄的衬衫，然后配了一条白色的阔腿裤，这个就是我上次 vlog 里面被我弄脏的那条，但是很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用洗衣机就洗掉了，什么都没有弄。我本来想说洗一下试试，不行我再用其他你们教我的方法，没想到。出发了，拜拜。在架子上不是这个造型，它是绑一个很大的在前面，然后我就觉得你订的这件也太 fancy 了吧。那个地下室哦，然后它的那个门口还有一个那个安全的那个室，然后它们就说其实我认识中餐厅的同事，每个都说这个大师傅做的菜真好吃。点了一个是什么虾肠黑松，是有那个咬杂骨在里面。哦。试一下这个西装。
穿上去还挺舒服的，因为特别软，而且比较薄。但是这个相机你看，拍成黑色，但它实际上是墨绿色的，而且很划算，这件好像只要300多，感觉可以买一件。搜了那个教程，它加的是抹茶粉，我没有抹茶粉，我感觉加这个好利克应该也差不多，而且它这个更甜，就不用放糖了，我觉得。融了点黄油，这一盒正好200毫升，叮叮，我要用我的打蛋器了。我觉得我那个锅应该不适合做这种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面皮这么容易碎。那我应该怎么做呢？不然用这个锅好了，可以做那种迷你千层，试一下。这个就作为我的试验品，尝一下。香还是很香的，就是没有糖，我糖放的少。
啊，我之前烤的还不够熟，怪不得。上面还要撒点灵魂。哇塞！叮叮叮！这个就是我的奶油饼，脆弱的奶油饼。先把它放冰箱，出去吃晚饭。现在尝一下。嗯，好好吃。好吃吗？哇，你这块大，太大了，我只要吃一半。吃一半给我。好。这是个泡芙，然后还有爱心饼。觉得冷冻过了之后形状更有，而且不用那么滑了，看上去还挺好看。味道还不错，那你这样跟这个粉，
今天要出门办好多事儿，带个电脑以防万一要用。哎呀，虽然我很不想拎着这么重一个。试用一下这三支我新收到的香水，还没有试用过，是这个牌子，是这个牌子，是一家日本的品牌做香氛香水那些。然后我选了三个味道，是玫瑰味、橙花味和橄榄伏特加味。我们来试一下，先试一下玫瑰味。哇，感觉这支玫瑰味的还原度很高哎，是那种很清新的花香，然后有点淡淡的甜味，就不是很浓，感觉跟那个祖马龙的玫瑰味还有一点相似，就很适合上班上学平时用。试一下橙花味，好香，这支也很清新，然后是感觉有点阳光的那种感觉，就比刚刚那支更活泼一些，而且比我之前闻到的橙花味更柔和，就没有那种很浓的香精味的感觉。最后这支是橄榄伏特加，我超期待这一支。哇塞，这个味道好好闻，就比前面两支更成熟一点，我觉得今天不是很浓烈，就晚上出去聚会啊什么的都很合适。今天我来喷这支玫瑰味的吧，我最喜欢这支，它是 body spray， 就是身体型喷雾。香香，我今天就带这支。我要准备出门啦，今天还要跑挺多地方的，所以时间还比较紧，希望待会儿路上不要一直在下大雨，这样我可以方便一点。我今天穿了一件就薄薄的衬衫，这个材质我还挺喜欢，是一件这种乳白色薄薄的，所以穿在身上就贴身穿还挺舒服，不会感觉很闷。然后这个裙子是格子的鱼尾裙，我买回来到现在还没穿过，今天想起来了把它拿出来穿一下。走啦，拜拜。座位上如果已经安装安全带，红豆汤啦，小丸子嗰个。小双小豆汤。系。做过啦。冇啦，唔该。太阳穴好好吃，就是好烫呀。这里面会有这种芋圆和小丸子的。现在来设置一下电脑，这个是 King 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超级激动。这个是 Mac Pro， 我之前用的是 Mac Air， 我已经就是我纠结想买 Pro 纠结了一年了快，就是因为我之前一直用 Air 剪视频，就是剪的卡到我怀疑人生，就是你用 Air 剪视频，如果你就剪
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没有什么问题，但因为我每次都是可能原素材就两个多小时，然后最后剪的有半个小时的视频就会特别特别的卡，就拖不动嘛。然后每次导出，我最开始要导出一个多小时，到现在已经要导出两个多小时都没有办法把一条视频导出来，所以每次就是剪视频的过程非常的煎熬，然后我就在纠结要不要换一台。就感觉用 Pro 的话，就是剪视频啊，或者是导出效率都会提高很多。啊，这里在这里十分十分十分感谢 King 同学帮我完成了一个愿望。然后我前天，我昨天就把一些我常用的 APP 下载，像 Final Cut Pro， 然后还有 Microsoft 这些。而且我觉得我可以脱离它了，我原先用 Air 剪视频都是用把那个软件放在里面，因为我之前电脑内存已经够，就更慢，现在我就可以直接在我的电脑里剪。新买的一个那个它的转接口，因为现在它这个转接口都是统一用这个的嘛，就其他的都接不了，就导照片导视频都不行。大家推荐一下这个软件，很好用，就搜这个就能搜到 PAP.ER， 然后它是那种可以给你随机换壁纸，它里面不停每天都有好多壁纸，然后很多的那个图片都很好看。哎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的那个老电脑，已经用了三四年了，但其实性能什么的都很好，只是剪视频太鸡肋了现在。然后这个是银白的，这个是太空灰。我这个屏幕还是选的13寸的，第一个原因是因为13寸的轻一点，带起来方便。第二个原因，最主要的原因是15寸的实在太贵了，所以最后还是选了13寸。我来做晚饭，等我出去买点菜，先烧上饭。毛鱼吧。晚上来炒个豆角粉丝。
好香。